把刚才的视频再重复一遍，非常简单。你美国政府要么把乾隆皇帝留给张扬和西岳，每人的2万亿美金返还给张扬、西岳本人，要么发动对华战争。你们不需要再做其他任何事情了，否则。我就处理你美国国家领导人，听清楚了吗？